嗨，晚上好。我这个灯光不太好。哎，那边有个台灯，那边。等会儿，我先拿个拖鞋。晚上好。嗨。等一下哈。知道，就每次这里放擦鞋的，真的能擦干净吗？他是擦黑鞋还是擦白鞋呢？不能，你们怎么知道？有点油。这有光可以直播了，怎么把它支起来呢？哇，还有口罩哎！晚上好，这什么光？哎呀，这什么光啊？这是，这光也太吵了，这是什么？免洗手消毒凝胶，这光也太差了，我真服了。这光好差，我这长了个痘。好久不见。是不是瘦了？还好吧。开灯啊，这么亮还不够亮，我开着一个大灯呢，开着一个，是不是没好好吃饭？确实。哎呀，我打了腮红，我打的腮红，我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可爱，好。谢谢过客宝贝送的夜蝶波波，祝夜过客宝贝身体健康，说一天开心，福临门六达成亲，高着八仙过海。谢谢过客宝贝送的夜蝶。我又去哪？我现在在青岛，我有点受不了这个光，说实话。让我来开个这个台灯吧。看一下，看这个台灯会不会好一点？哎，感觉好多了，感觉这个台灯还不错，就是我要一直拿着。啊！我长了这个痘，真的太丑了。这个痘太丑了，我只能今天就这样直播。谢谢三月宝贝送的皇冠，大家戴上了。祝三月宝贝身体健康，是一天开心五分钟。谢谢三月宝贝送的皇冠，谢谢三月宝贝送的夜蝶。祝三月宝贝身体健康，是一天开心五福临门六大顺，亲哥扎八仙过海。
谢谢三月宝贝的夜蝶，三月宝贝要听啥？今天没有 BGM， 只能给你清唱啊。等一下。啊，我这个豆太丑了。三月想听啥？谢谢最低宝贝的夜蝶波波，谢谢。我去涂个口红，没有口红了。我今天来了青岛以后，我发现我真的妖魔化了青岛的这个温度，因为好像真的没有这么冷，然后我就穿了特别特别多衣服。啊！啊！啊！我新买的口红掉了，我刚涂了今天一次。应该在姐姐那吧，应该不能丢吧。应该在姐姐那。三月要听什么？不用。要吧，要吧，听点啥吧。对，我的开瘦脸了，没开，我开了一点磨皮。但是呢，我最近没有用那个瘦脸仪，因为首先是因为我以为今天要戴口罩，其次我发现我脸怎么这么红，因为我涂了腮红。我没有开大眼，我没有开大眼。谢谢人间面貌如风，谢谢我们人间宝贝送的皇冠，大家戴上了。祝人间宝贝身体健康，是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金戈铁马，八仙过海。谢谢人间宝贝。涂出来了，好像确实有点。因为我这两天有确实有点瘦了，所以我的颧骨特别高，所以我就没有用那个瘦脸仪。特效在抖动，我没有开特效。哎，有吗？哎，真的有哎，是不是我开瘦脸了？我没开瘦脸啊，真的在抖动。啊。我没开瘦脸啊，我就开了52的磨皮啊，我开了点红润，怪不得我的脸这么红。对，我长痘了。我没有开瘦脸，哎，天地良心，所有的这个美颜，我就开了一个磨皮，开了52。然后开了一个美白，开了个30。这是小优鸡呀，谢我们小优鸡宝贝送的叶子。上唇咋了？我上唇一直长这样。谢谢优鸡宝贝送的叶蝶波波，谢谢猪优鸡宝贝身体健康，是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大顺，金戈铁马，八仙过海。谢谢优鸡宝贝的叶蝶。等一下，再看一眼。在抖动吗？
没了，什么情况？漂亮，谢谢你。我之前不是那次直播剪刘海之后，我这个刘海就再也没好过，它就一直是一个很乱的状态。我是不是偷偷关了？哎，我真没开手的呀。我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？一会儿我给你们分享一下。我都拍了，我吃了鲍鱼、大虾、皮皮虾，蛏子。花蛤，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扇贝，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蛤蜊的，不必了。哎，我偏要，好吃吗？挺好吃的，就是它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辣，因为它是清蒸的，然后那个蘸料加了一点小米辣，有点辣。还吃了啊，梭子蟹，还吃了什么？辣的我能行吗？不行，就是那个蘸料有一点点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。诶，什么玩意？诶，什么玩意这是？我还看到，就是那边有那个什么老巫山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玩意。啊，蛇草水，不是，是那个蛇草水。哎，它那个是啤酒吗？它那边有一个透明的瓶子，然后里面是透明的水。谢谢故事里送的夜蝶，不不，谢谢故事里宝贝送的夜蝶。我没敢喝那个，因为水儿说那个味道很奇怪。然后我们还看到那个饮料，有个小叫什么嘉宾，什么嘉宾，什么嘉宾来，然后也不知道那什么饮料，没有喝。崂山可乐没有，没看到啊！对对对，什么大姚嘉宾？是的，啤酒还没有，好喝吗？真的假的？超级好喝，真的假的？红色尖叫，红色尖叫，我小时候喝过一回，因为我觉得它长得特别好看，然后我就喝过一回，但是就是有点不尽人意。原浆和普通啤酒有什么区别？但红色尖叫真的很难喝，它有股很诡异的味道。对啊，红色尖叫真的好奇怪，小麦味儿更浓一点。绿色的好喝，蓝色的好像也挺好喝的，那个尖叫。小麦果汁，格瓦斯不是那个吗？格瓦斯不是那个能量饮料吗？但我没有喝过能量饮料。
脸上是我涂的腮红，我最近换了一个腮红，然后因为我之前腮红都打在这半边，但是我出道的时候腮红是打在这里的，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，然后我后来就打在了这里，打在了这里，然后我最近打在了这里。但我一会儿可能要眼睛亮亮，因为我下面是那个白色的枕头，所以亮亮的。我一会儿可能会断掉，因为我点了个外卖，然后我就没有带那个隐形眼镜盒。我这里长了痘，就一直不好，土的味道。红色尖叫怎么会土的味道？对啊，每次都会忘带一点东西，但还好都是比较日常的东西，都还挺好买的。我，哎，真没带，服了，没吃饱，吃很饱，超级饱。我点了个外卖，就是点了那个隐形眼镜盒。那个海鲜超级多，根本就是吃了会太饱，因为每个人的量都很多。我们点的是套餐，所以每个人都是定量。对，就是直接问我房间号，回来了，哎呀，又来了，这个腮红好可爱。对啊，这腮红真的很可爱。然后我今天眼线也没有画太飞。我最近发现哦，我的眼线如果画就是顺着它画起来，就会显得我很没有精神，所以我就喜欢画平的或者往上。然后今天也没有涂睫毛膏，今天用的睫毛打底，所以不怎么看得出来。这个痘好明显，因为我想卸妆的时候方便一点。然后今天的妆其实是很草率的完整，但是眉毛画的意外的很不错。就是很满意，对，这是我们录的最后一期了。反图太好看了，因为看不到脸。其实我有点心理障碍，就是我如果不用瘦脸仪，我就会很纠结。我每天早上必须用了瘦脸仪才可以。稳定我的军心，但是这回我打算不用了，因为瘦了我颧骨有点太高了。冰美式，对，我不太管用啊。对，最后一期了，就是这一季的最后期。我前两天看到抖音上。有人在这里给自己画了一颗痣，然后我就在想，为什么小时候自己要想不开把这颗痣点掉？我觉得意外的还挺好看的，贴脸上物理消肿。
我看就是说，如果咖啡因在脸上，其实作用不是很大。我研究过这个，这一期来郑州应该不太可能。如果之后还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问一问。对啊，这就最后一期了。我已经因为播出的时间和我们录的时间不太一样，所以其实已经录了挺多期的。青岛扎啤没尝，苏珊珊的，它不是，怎么说呢？它不是我们那个，它是我们的小剧场嘉宾，对，对，我拍小剧场了嘛？我今年没有拍小剧场。哎，我只是一个提问啊，就是如果说青岛扎啤，就是在你们青岛卖的扎啤，和我们在如果说在上海买的那种听装的那种青岛啤酒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还没问你们就回答我，味道不一样，杀菌了，意思是你们的扎啤没杀菌。哦，哦，新鲜，可是酒不都是酿出来的吗？一厂二厂又是啥？啤酒厂不一样，可是厂不一样。区别真的会很大吗？它配方难道不是一样的吗？水质不一样。哦。哦。气泡很足，可乐和普通可乐的区别。明白了，大概明白了吧。用的酒曲不一样，那为什么它不能让全国一样呢？哦，你这么说我就听懂了，面条和方便面的区别。那我就明白了，我懂了。嗯，在当地也会比较纯正。明白了，听懂了。谢谢小天才送的夜蝶波波，谢谢小天才宝贝送夜蝶，祝小天才宝贝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，福临门外，大顺情感，八仙过海。谢谢小天才宝贝的夜蝶，明天就去喝，那不行了，那我要上班啊。如果下次有机会来玩的话，夏天来玩比较好。对啊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说这个，说到这个季节。我实在是妖魔化了这边的季节，哎，我是不是说过了？因为我穿的实在是太厚了。嗯，我穿太多了。青岛什么？你们弹幕有点快。青岛大风吓死人。关键是我很烦恼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带了一件特别长的羽绒服，然后这件羽绒服总是会拖地，比如说我，穿上或者脱下的时候，它总是会拖地，我就觉得很麻烦。我腿很冷，但是我那个羽绒服可以盖住腿，其实还好。确实是因为我矮。我去海边了吗？没有，我没去海边。谢谢露露露露，
露露露，露露露瑶送的夜蝶波波，谢谢。谢谢我们露瑶宝贝的夜蝶，祝我们露瑶宝贝身体健康，是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哥找八千块。谢谢露露瑶送的夜蝶。直播间，我的脸怎么红？因为我打腮红，看来以后不能打这么重的腮红。天气都很好，嗯，明天看看。今天落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漂亮。直播间里面有没有今天来送机的、接机的小伙伴？谢谢姚叔送的红包，大家带上祝姚叔身体健康，祝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金刚找八仙过海。谢谢姚叔的皇冠，谢谢。翻车借机，真的，属实是有一点搞笑。因为呢，就是我们上那个电梯，因为我们并不……我回来了吗？哎，这个在我直播间又开始 CPDD 了，是吧？我看到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你们的弹幕了。又开始有啥吗？有啥吗？外卖到了，我的隐形眼镜的盒子到了。又开始了，是吧？哎，今天怎么呆呆的？哪有？是不是嫌弃我呆了？谢谢成双成对送的夜蝶波波，谢谢成双成对，祝成双成对身体健康，事业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金刚找八仙过海。谢谢成双成对，豆有去看吗？我额头的其实已经快好了，然后这边的也快好了，只剩痘印了，这两个都是，然后这个是新长出来，等它好了应该就好了吧。你们弹幕不堪入目，和奖金平等吗？可以啊。哇，这么多人在。奖金平没开连麦呀？哎，连个水水吧。你们水谁 PK 吗？你咋没事？嗨，为什么你那看起来那么亮堂啊？因为我在床这边。哦，咋的？突然连麦？啥？我这卡了。没卡呀、啊。粉丝看不到了，只有你看得到我。啊？那你断了，重新连一下呗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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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好了。弹幕说你喝醉了。咋的？刚刚胡言乱语了？因为我脸很红，然后我就说我涂了腮红，然后他们就说我喝醉了。嗯。好吧，喝多了跟我表白，多不好呀！不要这样子，不要不要啊，不合适不合适。你说啥？不然是什么？啥玩意？你那边声音好小啊。那我重连一次。好。这样好，嗨，好了吗？但你的脸真的好红，你好怕热啊你！这个屋
今天我们在机场的时候，这个女人就光了一条腿，我就很震惊。然后我说，因为我里面穿了加绒的保暖背心，我也穿了。而且我们两个都是抖音买的，一模一样。真的，两个抖人，我跟你们说，太可怕了。他不热，我超级热。对，他太健康了，飞行员太健康了。他现在今天所有人都说热，只有水水一个人说不热，是他太不健康了。完蛋，虚了呀，不行了呀，21岁，哎。只有他说不热，看我们都穿这种保暖背心，然后里面还加绒，真的非常热。因为我是海南人啊，所以怕冷是很正常的。你只能存活在25度以上。25度还是有点夸张。我们俩咋怪怪的？没有啊，就给你们看看我们这个抖音购入的。这个是建议抖音商家给我们两个一些些广告费。一模一样，真一模。我跟你说，而且王小佳也有这个加绒的这个背心，然后一问哪买的，抖音买的。全世界都在抖音买加绒背心。哎，真的很暖和，说实话真的很暖和。确实真的很暖和，而且它这个设计很好，完全完全，你穿所有衣服，它这个领口非常大，完全露不出来，露不出来。问我们喝了多少？喝了炫了，我们一人炫了18瓶左右，差不多。啊，这么多呀！我跟他们说，我们只喝了一袋。我说那是不是有点不行？我说喝了一扎，然后就上来之后嘴巴就让一张啊，一张。灌肠是吗？直接灌进去，冰管儿，直接灌下去。我举报，就是说我本来都不想喝的，飞行员就拿着那一扎灌，硬要灌我。我拿着那个吸管啊，直通水水的那个嗓子，直接给他灌下去。肯定有人当真了，再次澄清一下，我们没喝啊，刚刚都是开玩笑，节目效果。不会吧，真的真的会有人当真吗？真会有人相信呢，我这边已经有人相信了。不可能吧，真有人相信，水队很好骗的。我以为说实话你这么晚不会在直播，没想到你还在直播。那就是说好不容易化了一个妆，不得播一下吗？对，还做了个头。对，确实。你这个短发的时候，我播到我卸完妆吧，因为我在等我的那个隐形眼镜盒。啊？干嘛？你不要，你不会，你忘了？算了，你忘了就算了。你真的忘了什么？你刚刚给我看的。你怎么老记住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？不是就是说很难忘记。嗯。我都忘了，为什么你还忘不掉？嗯，他们说要看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要看，说不许有秘密。不行，这真不行。大家如果想知道，记得去找那个水水。就你啊，不行，没事没事，无事发生。他们说我们是谜语人。确实是因为实在是没办法跟你们分享，确实就当谜语人，就当谜语人。我们看起来都不像在同一个地方，说实话。对啊，我在那个桌子前，我感觉我房间有点暗，我
我也是，所以我直接在这个顶灯底下就还好，整挺好。明天好早起哦，都这么早起吗？你不会觉得这不早吧？不是，不是。啥？你声音又变小了，为啥呀？啊？是你放在那下面可能会有点堵麦。哦，那我就这么拿着吧。现在呢？可以，现在很正常，现在声音非常正常。你一放下去就堵麦。啊，我不放了，我就这么拿着了。你找我连麦干嘛？没事。不会真，哎呦，怪不好意思的，就聊聊天不行吗？啊，可以，好。什么？我管飞泉叫前辈哦，在这个节目，好，前辈好。那我还要叫你前辈呢，在我们团里。确实，你叫过我前辈吗？当然叫过了，我怎么可能没叫过？等一下，让我想想看。哎，上次是什么事来着？你叫我前辈是什么事情啊？我怎么可能不叫你前辈啊？怎么可能呢？我这么有礼貌的一个小孩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连麦 PK 的时候。怎么可能？我 PK 我怎么会叫你前辈？他为什么叫我姐姐来着？为什么？哦，那是叫姐姐，对。嗨，你看，我如果日常遇到你，我肯定会叫你前辈好了。我给你深鞠一躬九十度，我说前辈。而且你要一直鞠躬，等到我走过去，你才能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一直鞠着，直到目送你离开。庆元真客气。殡仪你也不错。累了，好累啊！好了，跟你挂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早点休息，拜拜。你要早点休息哦，拜拜，晚安。什么？我的外卖怎么还没有到？不如我先把妆卸了吧，让我的脸不要这么红，以免你们误会我。相敬如宾，确实有点。让我来把妆卸。明天穿什么呢？洗面奶。庆元，头绳去哪了呢？在这儿。这光太，这也太亮，把它压下来。就这样开始卸妆吧。掉，哎，正片，咋了？刚才是闲聊是吗？
重庆有家面包连锁叫庆元，真的假的？说实话，穿着这个保暖背心，虽然说是背心，但是多少会有点觉得有点被束缚住。已下单，我可没有带货、啊。耳骨上有颗痣，啊？哦，这儿吗？对，确实是。小区门口就叫沁园路，这么巧。没扎进去，食堂名字叫清源。纯路人主播好美。又开始装路人了。我最近新买了一个腮红，关于为什么买这个腮红呢？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同一个化妆品用很久嘛，然后我之前这个化妆品就是在免税店买的，然后后来这不是最近不太好去免税店了，然后就没有买到。我在网上买的，但是刚好这个腮红是打折的，就是同一个牌子，然后不同的色号它打折，我就想说试一下。没卸干净，不是，是我的那个我纹的美瞳线，卸是卸干净。美瞳线是啥？就是纹的眼线。最近睡得还好吗？一般，说实话，没有特别好。最近是不是失眠了？黑眼圈好重，有吗？很明显吗？我还没卸完呢，你等我卸完，哎，你再夸我。好好吃饭。嗯，好的。哎呦，你们说了这么夸张，也没有说了这么夸张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哎，然后架在这个卸妆水上，它有点不太稳定。
今天眉毛真的画得很不错，都有点不舍得卸。哎呀，这个头发真是烦死了。对啊，额头的痘已经快好了，但是这边的痘是新长出来的，所以没有快好。我看一眼，等一下。我回来喽，看我的脸是不是没有那么红了？哎，没扎好。真是的，看来你们不是很喜欢我的新腮红，还是得打的少一点。这两个痘我真是恨死了，还红，是不是我刚擦了？真喝了，不会真的有人信吗？青春才会长痘，嗯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长痘，也没有很熬夜、很卸妆什么的，就是忽然长痘了。嗯，都没有掉下来。天气原因，嗯，我要卸妆了，不是，我要下播了，因为我这个，谢谢热水宝贝的夜蝶波波，谢谢主热水宝贝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大顺心，高心高照，八仙过海，谢谢热水宝贝的夜蝶。因为呢，我这个外卖出了一点问题，所以我不得不去跟他 battle 一下。我要下播了，怎么卡不住了呢？哎，晚安了大家，拜拜，再见，晚安，拜拜。